南北部队有三方面夹攻夹一层，你的大鸟，
这个是，这迄个亲王，就是北北真爱亲王，北北川的小弟，是这个嘛？啊，迄、那个北北川是尾啊是内急死药啦，对啊，但是你都唔敢讲。啊，有啊，伊一张上重要，一张是安怎的故事啊？这巴克里，这就因阿公有关系。来讲一下，当初就是迄个赖木将军抬来到李赞行卡，吼、嗯，啊，迄个叫做老英雄，半暝啊化妆做阿婆，或者阿婆啊浪岗，啊偷离归台湾，归台湾怎台南啦，怎无部队啊？啊，即个迄个阮爸爸迄阵是算，阮阿公是迄个属心啦，吼、哦，迄阵也做医生，啊，所以讲安尼。明仔载日本若进入来吼，可能死伤足惨重啦。所以呾招咱即马内面的两位牧师，巴克利甲一个宋中坚牧师，啊做伙去甲赖牧将军讲。啊，对就伊是，即个对就伊是牧师。巴克利应该真个，即个吼。啊，恁阿公是徛在倒？因为后壁无位着啊。徛个岛外口去。啊，即个就是北北川。来，将军。阿公的大名咧？五德湾中路。啊，即个是一定。伊这吼，伊个代表市民吼。市民代表一心。一心吼。啊，传去。半暝啊，吼，水气啊，啊无拜托明仔载能够抬着啊，莫少抬啊，对啊，无礼拜四，是死伤足严重啊，所以但是安尼吼，阮阿公迄阵有人阿公也是汉奸、台奸，对，嘛叫人讲起来，嘛叫伊嘛是用的，对啊，所以从阮爸爸怎受，阮阿公受气吼，啊怎离开台湾去厦门啊，哦，啊，刚回来，尾啊，搁回来。过回来，因会带人，这就是讲好啊，啊，你所以伊吼，对，咱入城，就安尼入城，开门入城。他都喺大南门吼，开大南门，南门，日本旗，哦，日本旗插入来安尼。所以这到底是对啊唔对啦？吼，当然是伫听诶。因为吼，因为他都系这张家己这张吼，这就是拍上场。哦，思想作用。思想上场，这如果打北。北部地太以外，北部地里太，太到嘉义你个看，太无多攻城，无多攻城，唔则佫叫迄个内幕将军，佮对下骹对南部去吼，佮定约，为定约起来，所以嘉义吼，到尾也死足。